大家好，今集的刺猬探险组，我们同大家一起扮下文青，来到尖沙咀的香港艺术馆 Hong Kong Museum of Art。 艺术馆是免费入场的，而今天我来到这里主要是想看一下一些当代艺术品。欢迎你 join 我这个 virtual tour， 同我一起在这里行下，感受下这里的文化气息。经过了安检程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经扶手电梯上楼上的展馆了。一楼的展览厅以服装为题材，所以展览的主题就是不时时装店。入面的展品分了很多不同的区域，我首先就去了以现代做主题的展区了。看完这个展区之后，就会来到一个开扬的地方，上面吊着的展品都很有趣，好像一些黄叶那样。再转到下一个展区，就会有些比较传统的东西看了。
到艺术馆的二楼，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这个可以观赏到维港全景的走廊。这里有些凳可以给你坐在这里慢慢休息一下。今天的太阳好柔和，坐在这里真的觉得挺暖挺舒服。二楼这个艺术要有型展览厅，入面展出的画作全部都以禅为主题的。来到三楼的中庭，有个小朋友 corner， 这里有些挺有趣的 display， 我还看到有个地方可以给小朋友坐下画画添。到了顶层的中庭，就千祈不要错过一个挺有趣的打卡位。这两个云我在 Facebook 和 IG 都见过无数次，似乎是年轻人来到会影响的地方。最衰我今天自己一个人来，没人帮我揸机，如果不是呢，我实会影几张相留下念。最后再看看顶层这个多元视野展馆，入面有些挺有趣的展品，细心看看呢，其实都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是艺术馆系列的第一集，下一集我们就会来到新开的 M 家博物馆，千祈不要错过。如果喜欢这段片的话，记住 CLS 三部曲，给一个 comment 和 like， 顺便 share 段片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还有可以按钟仔抢先看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